他闻到我身上有别的猫的味道，气到飞机了。小猫咪生气了，不好哄。我给你个条条吃，你就别生气了。这是米尔家的猫条，盘盘超级爱吃。小猫咪就要多吃肉，这里的肉含量超过了70%。这里特别添加的乳铁蛋白能够增强小朋友的体质，卵磷脂还能滋养皮毛。你现在还是5个月的小朋友，每天吃一根就可以了。我都给你吃条条了，你就不能再生气了。